哦，听到开片了吗？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九旭的开窑，拖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哎，看有啥好东西？烧瓷器难哦，砸这个垫片特别解压。可以啊，我开了竹节杯啊，这次是有史以来竹节杯烧的成品率最高的一次，然后20个烧成了8个啊，之前我还欠了好几个，终于能把欠的货还了，欠了得有1年了。这窑一共是烧了10个小果盆，但是这10个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上面看是真好看，就是因为底下这块可能是都有这种缩釉，每个都有，全军覆没。看看这水洗有没有好的，这水洗没有一个好。看看这小茶罐，这是一个小的醒茶罐，估计也就能放一泡茶吧。这个得用来放金骏眉吧，你放大叶的肯定不行，得放小叶的，放白毫银针，放金骏眉。冬天了啊，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厚一点的东西去喝茶啊，既可以暖手，又可以当一个大茶杯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收获就是8个竹节在一个茶叶罐。